伙都来说说你们用的箭有多长。室内残箭70厘米，又大又细，好在方便。随手捡的短棍85厘米，小时候爸爸就用这个打屁股。新手竹箭1.3米，安全可靠，性价高。双手大宝剑，标准长度135，好用，好猛，好霸气。吃俺老孙一棍，长度1.7米。擎天一柱，长度2米，就问你怕不怕？一招方寸剑，长短随手剪，原地反复练。